我们在今天开始讲那个地支品第三那么在没有讲之前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上个星期呢，我们讲到这个维摩居士啊，借这个病来问那个为这个问病的人呢、来说法就说这个最后呢，说到这个身体啊是无常的可厌。厌恶的当要佛身，我们要得到这个佛身，佛身不要我们这个凡夫这个四大所成的身。那么什么叫佛身呢？佛身就是法身。那么法身从什么地方生出来呢？它从这个无量的功德生，从戒定慧解脱等等的生出来。那么这里我稍微要解说一下，就是凡是有生有灭的东西都是有为法。那么这个佛身难道是有为的东西吗？不然的话怎么会从他说那个佛身从什么地方生出来呢？他从这个六波罗蜜生，从方便生，从六通生，从三明生，从这个三十七道品等等还有这个止观啊等等生出来。那么这个生字啊，在这里啊，我们不讲这个从无中生有，本来没有现在生出来，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生啊是讲这个显现出来显出来。你没有修道之前，这个佛心在不在呢？我们的佛性在不在呢？这个法身在不在呢？你没有修道之前，这个法身也在，不过呢不能显出来，好像给这个乌云盖住一样这月亮本来就有的，你被这个乌云盖住了，它就显不出来了。所以所谓生啊的意思，就等于把这个乌云散开了，这个月亮就现前了，这个意思不是说从没有了照出来的，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假如你要从这个三明生、三十七道品生等等就有为了修出来的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淮阳禅师说人家问他有没有修正他说修正就不无染污就不得修是有的，有修有正，但是有没有染污呢？染污就是以为没有的，现在多了一个东西出来，这个多了这个东西出来就是染物所以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本来没有的你多了这么一点东西出来就是多出来了，但有一些些便有一些些，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要，你不能如此理解呢，佛教就有矛盾了不是说要修这个无为法，不是要这个有为法吗？凡是缘生缘灭，有生有灭的东西都是一个那个有为的法那么这个佛性这个佛身难道是炮制出来的吗？修出来的吗？不是的。所谓修，修正就不无，染污就不得。所谓生就是用我刚才那个譬喻说，月亮本来就在这里，但是呢乌云盖住了，我们不知道。所以你所谓修就等于把这个风吹掉这个乌云了，它本来的面目就现出来了。我们应该做如此的理解，不然的话呢这个佛教就有矛盾了所以白了这个原则呢，我们就可以今天呢就开始讲那个地支品这个地支品呢，第三，地支这里指的地支就是讲这个声闻声闻成甚至这个小成或者这个中成这个圆觉成里面的地支，不是讲这个大乘的菩萨的地支。要后面一品呢，另外有个菩萨品这里说地支品呢，就是说佛
的这个声闻的弟子。那么他有病嘛，所以呢，我就差那个弟子去问病啊，头一个声闻的弟子啊，就是舍利弗啊，卢师等啊，他很多的弟子一一都差他去问问候这个维摩居士的病，但是呢，他们每一个人都说之前呢，啊，他们呢，遇到维摩诘居士的时候啊，啊，他们的自见呢等等啊，都给这个文摩居士啊批评了，所以他们觉得很惭愧啊，不能去问这个文摩居士的病啊，大概的意思，这品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现在从这个经文开始啊，尔时为长者维摩诘自念啊，那个时候呢，啊，这个维摩居士啊，就这样想，忱执于床啊，啊，他现在生病了，在床上啊生病，床底又不见了。世尊大慈啊，宁不垂悯呢？他说：“这文摩居士啊，在床上这样病了，他就念佛啊，想着佛。他想佛怎么样呢？啊，他想佛啊，他说啊。”世尊大慈啊，世尊呢是迦牟尼佛，是大慈大悲的。现在我病了，宁不垂悯呢？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不来可怜我啊？不来啊慈悯我？就是说，为什么不管他的病呢？这样子，佛知慈意啊，就佛就知道他的意思啊。就告舍利弗，就告诉舍利弗啊。啊，佛舍利弗呢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啊，他的声闻的弟子里面呢，他的智慧第一啊。告舍利弗，汝行亦维摩诘问之啊，他说你呀，去啊。就维摩诘居士那边的问他问候他的病啊，舍利弗白佛言啊，舍利弗就对佛说了啊，世尊，我不堪任彼问职啊，我不能去那边问他的病啊，所以者何呢？为什么呢？啊，一念我是常于林中宴坐。我想起啊，从前呢，我在树林里面呢，宴坐，宴坐就是打坐。我试看再开一个文件看看，对，
因为我现在打开的是这个 Word 的文档，没有这个 PDF，所以我没有那个王室的笔，啊，我无所谓了啊。他说啊，所以者何呢？一念我是常于林中宴坐，宴坐就是打坐，宴坐在树下。那么佛在的时候啊，要做这个头陀横啊，叫这个弟子啊，都要树下坐。怎么树下坐打坐呢？他还有规定，就同一棵树底下呢，不能坐超过3天，因为常见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个人呢，常坐在同一棵树下打坐啊。那么有一天呢，他去方便一下了，还是怎么样了？回来的时候发觉另外一个比丘啊，坐在他的树下了，所以他就不高兴了。他说：“这是我打坐的树啊，你怎么能坐在我那里呢？”啊，出了家了，还多一棵树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从此就定了一个这么一个戒律，他树下坐，但是呢，同一棵树底下不能坐超过3天，免得他们执着，出家家没有了，就多了一棵树出来，所以现在那个松花上人的道场啊，很多分支道场啊，那个管理这个分支道场的那个法师们呢，常常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师父在的时候，那么有很多居士啊都不了解，说我刚刚跟这个法师相处得蛮好的，你又换另外一个法师来，那么其实他不知道啊，这是佛教的规定是这样子，你不能啊，这个道场你今天在那边修行，在这边，当这个主管，就变成你的道场了，又多了一个道场啊出来，这样等于出了家没有这个家，又多了一个地方来执着，所以就不行的啊。所以呢，他说我是在林中宴坐，宴坐就是打坐，宴坐树下，是维摩诘来为我言啊。那时候啊，维摩诘就来就对他说了。为舍利弗，为就是打招呼的意思啊，就等于我们英文现在 hello 啊，或者喂啊这样子。为舍利弗，那么在这个不是鸠摩罗什的翻译是这样子，那么在那个玄奘法师翻译的本里面呢，就有这么一句。摩诘居士到那个舍利弗面前呢，就七首我足多了这么几句啊。在维摩居士虽然是大菩萨再来，但是他现在现这个在家人的身嘛，说他见到这个舍利弗是比丘啊，他来到那边呢，他先顶礼这个舍利弗就多了这么一句"七首我足"，这玄奘法师翻译的就有这一句他见到每一个出家人，后面还有很多位出家人的公案，他对每一个出家人面前呢，他都先七首我足，七首他的这个出家人这个这里指的就是那个。舍利弗，以后目犍连那等等都是的，他先顶礼他就表示对三宝、对僧宝的尊重因为他是居士的身那个舍利弗呢是那个佛的十大这个出弟子里面的这个他出家人嘛所以他说喂就打招呼了，说舍利弗不必侍坐。你不需要这样做，不能这样做不应该这样做不必
四座，唯一座也，不是这样做才是打坐的。夫厌坐者，不于三界先生意。那所谓厌坐，所谓打坐呢，就是不于三界起生意，就是这个不是我们肉体来做，主要是我们的心在做，就是我们的法体法身的厌坐。法身的厌坐呢，就是内无三心，外无世界啊。那么这个声闻呢，入定啊，它有地方可以坐。刚才说坐在树下啊，就现出这个界的相。这个山呢，好像木石一样来坐，是现这个山的相。那么这个心里面呢，想着要背离这个六尘的东西，那就是意的相，所以你这样一坐下来，现出三口意都有相出来了啊。那么真的打坐呢，他说不应于三界里面现这个三口意啊，现这个身意，这才是打坐。不持灭定而现诸威仪，不起灭定啊，不起灭定啊，这里起的意思啊，就是那个不离的意思，不离灭定，灭定就是灭尽定啊，灭尽定呢，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第九次谛定啊，四禅八定，那八定啊，还是在这个四禅八定，还是在三界里面。要跳出三界呢，叫第九次的谛定啊，叫这个灭定、灭尽定啊。我们看看那个注解啊，不就是这样说说就好了。不起灭定啊，而现诸威仪，不起灭定啊，就不住这个有为法。则现诸威仪，就是不舍有为法不起灭定，就起诸于灭定。它本来是定，起定就离开这个定了啊。那么不起灭定啊，现诸威仪啊，就是不住这个定的相啊，也不舍那个威仪。就无没有执着了啊，这样子啊，所谓这个厌坐啊，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啊，不舍道法，什么叫道法呢？道法就是你罗汉他们证得那个这个法相他们证到这个法相啊，就是什么法相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他所证到的就是一个空的相，就证到那个空的相。舍道法就不离不舍这个空的相啊，而现凡夫事，而做那个凡夫的事情。二乘人呢，他怕这个凡夫，怕凡夫的事恐怕这个凡夫的事情呢，就有碍这个道法啊。但是菩萨呢，心行平等，见于道法与世间的法的不二，是一个，所以终日凡夫，终日道法，常常不离凡夫，常常在这个空当中。常常在空当中，也常常不离这个凡夫的法啊，是为厌坐，这个才是那个厌坐啊。不厌坐者啊，我们讲到这里啊，夫厌坐者，不欲三界现身意是为厌坐，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啊，他还在这个灭尽。定里面呢，就现诸威仪啊，视为厌坐，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都
说刚才道法就是说那个空嘛，不舍于空，但是呢，还是做那个凡夫的事情，是为厌作，心不住内啊，心里面呢不住内，内就内观，观里面也不在外，也这个心也不住在外面的六尘的境界上面啊，所以也不分这个内，也没有分这个外。这个二乘入定了，这个小字这个注解里面讲，二乘入定了，色心就谓之内，凡夫啊，慈想初定啊，就谓之外啊。那菩萨了智呢，这个心体啊，本来就没有内外啊，这样子啊，视为厌作，这个才是厌作。于诸见不动而修行三十七道品啊，于诸见，什么叫诸见？诸见的种种的外道的见，就邪见，诸见就外道的见，不动啊，而修行三十七道品啊，我不动啊，又诸见不动，他对于种种的外道的邪见啊，他是知道，但是他不为所动。而修行这个三十七道品，那么二乘呢？我们再看那个小的注解，二乘呢，舍诸见而取三十七道品，这一个取一个舍呢，就是一个动的相。菩萨知道诸法性空啊，所以就没有取舍啊，这个才是厌作。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是为厌作。众生啊，本来就是涅槃，本来就不生不灭，所以既没有烦恼可断，也没有这个涅槃可证啊。菩萨了知这个生死之涅槃，烦恼之菩提。但罗汉他有这个法相啊，我入了涅槃了啊，已经到彼岸了，我就不能再来这个凡夫的三界里面呢去了，因为三界里面是有烦恼的，我现在已经得到涅槃了，它就有这个分别，有这个法相，有个涅槃的法相啊。那菩萨没有，生死就是涅槃，烦恼就是菩提。若能如是作者，佛所应可啊。假如能够这样做的话呢，就佛所应可，就佛才可以啊印证它，应可它啊，这样子呢，才能以这个。可以弃这个佛心啊，跟这个佛的心一样啊，就能够得到这个应可，心心相印啊。使我世尊，当时我啊，这个舍利佛讲了，世尊呢，当时我呢，闻说是语，听见那个维摩居士这样讲的话，默然而止，不能加报。我只有啊。没话讲，沉默是金呢，所谓啊，保持沉默，没有话说，不能加报，报就是报仇，就报答啊，不能答话，答不上话来了，故我不堪一笔问之，所以呢，我不能啊去问他的病，因为这个维摩居士的层次，那个智慧辩才比我高出很多了啊，我们不同一个档次的。所以没有资格去问他的病啊，这样子。那么他既然不能去了，佛就告诉另外一个人，佛告大目犍连了，佛就告诉那个大目犍连啊，大目犍连就是神通第一啊，他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啊，以神通第一啊，汝行亦维摩诘问之，他说你去吧。你去问这个维摩诘居士的病。目犍连白佛言，目犍连又对佛说了，世尊啊，释迦牟尼佛啊，老师啊，我不堪任意比问及，我不能担当这个去问他病的责任。所以者何呢？为什么呢？一念我是入毗梨耶大乘啊，当时
有一次我入这个毗梨耶大城的时候啊，与礼相中唯诸居士说法，礼相啊，就是那个小街道里面的，为这个诸一般的居士来讲法，时维摩诘为我言啊，这个维摩诘啊，就对我说了，为大目犍连啊，根据玄奘法师的翻译呢，还是有一句弃守我族啊，他就顶礼我，然后对我说大目犍连啊，目犍连师父啊，为白衣说法不当如人者所说啊，你为这个白衣为居士们说法呢，不应该好像您所说的这样子，佛说法者。要说法的什么意思呢？当如法说，如法的说呢，就是要弃机弃理的说啊，如法说。所以如法就弃理弃机。契合这个道理，契合这个根基来说，你讲这个法不合理的，当然不能说啊。所以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啊，有这个每个礼拜都跑马、赌马、赌狗啊，在澳门呢、啊，那么就有很多人写这个马经啊、狗经啊，这样子教人家怎么投注哪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这样子它也叫经。那么这个经它弃机，但是不弃理，弃什么机啊？弃那些赌徒的机，愿意发财的人那个机的根基，他弃了，但是他不弃理，他弃机而不弃理就不行了。但你反过来说，你弃理，你不弃机也不行，道理你懂了，讲得很高深，很什么，但是这个根基不对。你对这个小学生讲那个大学的课程啊，他听不懂；或者你对这个大学的学生讲那个小学的课程，他听了烦恼啊，因为你浪费时间啊，所以就是不能如法了，不能弃理弃机了啊。所谓啊，说法不应机啊，犹如闲言语啊。你说法应机，闲言语啊。说法不对机的话，就等于说了等于没有说一样那是不如法那么相反的你要说的对对它的根基也对这个法义都不违背的才能说法。所以呢也有另外一句这样说他当与之言呢。当对他说的而不言，当着这个人，你应该对他说法的，你说他就会明白的，就会开悟的。但是你不说，那就是人失去一个度众生的机会。相反的，不当与之言。说这个人不应该对他说的，你对他说就是言，言多必失，白讲了，那句话白讲了，所以我们劝人家信佛是好的，你把懂得的佛教的道理啊告诉别人也是很好的，但是你要弃理弃机，要有这个缘那么他才能听得进。我记得
我父亲往生的那一年，好多年前，那么我回香港啊，就做功德嘛，在佛教讲堂，在那个香港。那么因为之前呢，我在新山寺，在美国的时候也在讲那个《金刚经》，那么回去呢，有人知道了，说，哎，你们趁着我在香港的时候要打这个气啊，做，为了父亲做功德，要好几个礼拜嘛，所以就要求我啊，也跟他们讲一讲，那么我就讲了，讲了一个礼拜多少，简简单单的讲。那么当时呢，就有个朋友，那个朋友不是佛教徒，在当时在我的印象里面呢，他什么都来的，就常去 casino 赌钱呐，就跳舞了，去什么了，喝酒了什么，就不是佛教徒。那么他知道这个事情呢，就说：“哎，你能够把这个《金刚经》啊，那当时讲这个《金刚经》，也对我讲一讲好不好？”我说你讲完了以后啊，这个有没有录音啊？给我听听这个录音带啊，这样子。我心里面就说你这个人，根本都不是信佛的人嘛，也不是三宝弟子，也是有种种的不良的爱好。哎，所以我就没有理他。他临走的时候离开香港，他又提这个问题了啊。刚刚有人呢，不是我自己录的，我讲经的时候有人录了那个书，有个 cassette 带，小小的。哎，我就把一个礼拜奖金的东西给他，顺手就给了他。结果我一到美国来的时候啊，长途电话就来了，跟我讨论这个《金刚经》的事情，也讲那个《六祖坛经》什么什么的。所以他说我现在上班呢，坐这个地铁每天通勤的时候，我都把这个《金刚经》念会了，我都念。坐地铁的时候，我都念《金刚经》。我说真的惭愧，我都没有他们那么用功啊。他比我还诚恳，所以呢，我们不能有个共高我慢的心，也不能有着自卑感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遇到一个人，他适合听法的。假如我们不对他说，这就是人失去一个介绍那个佛教的机会了。假如他不是那个材料，不是那个人，你硬对他说，一天到晚拉着他说这佛教怎么样怎么样啊？你要念大悲咒啊，你要念什么经啊，你要吃素啊等等，说的他都烦起来了，也反而不好。那我们没有这个宿命通，我们没有这个智慧眼啊。之前我们说没有这个法眼，法眼能观熟嘛。就你有一个法眼呢，你都能够明白看到这个人呢是什么根基的人。现在可能他好像没有这个根基，过去可能他已经种过那个善根了，也说不定啊。所以我们不要轻视别人啊。好了，在《金刚经》里面，须菩提听经听了一阵子啊，他就问佛世尊呢，颇有众生能够对这个法生信心否？颇有众生，有没有众生对佛您说的这么高深的《金刚经》，他会生出这个信心呢？佛就呵斥他，佛不会骂人的，说你笨蛋呢，你什么不会的？他不作是说，他说不要这样子讲，不要这样讲，那就很重的话了，因为他说。在后500世有正法、相法、末法，后末法最后这个500年，佛法将要灭之前的500年，假如有人呢，有善根的话，听到这个经典呢，他也能够生信的，所以我们不能轻视别人。也不能自贡高我慢，以为我了不起，我懂很多，不能这样子啊。所以思念
这个穆建莲呢、说我啊，请看这个经文啊，我啊是你在毗耶离城啊，于这个礼相中啊为居士说法啊，为这个居士来讲法啊，时维摩诘来为我言啊，当时维摩诘就来对我说了，为大穆建莲他顶礼啊，他的穆建莲顶个礼，然后就说，哎，穆建莲啊，大穆建莲啊，白衣居士说法啊，你为这个白衣，白衣就是居士的意思啊，知衣就是出家人，你为这个白衣居士说法，不当如人者所说啊，不应该好像你说法这样的，夫说法者当如法说，都应该要弃理弃机这样说法、啊、是在相反的，就是不如法说了、啊、法无重伤。那么什么叫如法的说呢？法无重伤、啊、法里面呢没有重伤的相，离重伤垢故、啊、离重伤相，垢就是障碍的意思，你着了重伤的相呢就不清净，就会产生这个障碍。法无有我，这个法也没有这个我相，以我垢故，你着了这个我相啊，也不清净了，就会产生这个障碍跟烦恼了。法无寿命，寿命啊，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寿者相。寿者相呢，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观念、啊、有多长呢，有多短呢、啊、长短是相对来说的，对于有100岁的人来说他有100岁，相对于有50岁的人来说，100岁的人是的命是长，50岁的是短。那么现在那个时代呢，100岁的也不多了啊。从前呢，人福报比较好一点啊，100多岁的熏和尚就有120多岁啊。据说啊，人的寿命啊，正常的来说呢，只要你不做那个损害这个身体的事情，很这个生活很正常，通通正常的话，应该有140岁。那么，假如你对这140岁的人来说，100岁也就是短命了、啊、所以寿命的长短、啊、是相对来说的、啊、离生死故、啊、离生死的寿者相，100岁时间生了，100岁过后就死了，所以有个生死的相。法无有人，前后即断故，这个法也没有这个人相，人相就相对于我来说，其他就是人，人呢就是生命的体，人类也可以这样说。前后即断故，前后即就是说生灭，前面是没有生，后面就生了，生了再后面又死了。那么其实来说呢，法常直然，他跟着说法常直然，灭住相故，这个法常常都是这样子的，没有一切的相、啊、没有一切的相。所以我们看看这里啊，就是等于金刚经所说的一样啊，法无众生，我人众生受者吗？金刚经说，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法无寿命，无有我就我相嘛，法无寿命就是受者相嘛，法无有人，法没有人，就是人相。我人众生
离众生垢故，那说那个众生了，所以《金刚经》说的离世相，这里也是讲这个离世相。那为什么前后自断？有这个寿者相，寿者就是时间，所谓时间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就是那个寿者相。金刚经说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为什么它不可得呢？因为这三个都是比较而来的。所谓现在、过去、未来，过去它已经过去了，所以不可得了。现在你说现在的时候，它又过去了；你说未来，它还没有来，那是一个说法。那么其实来说，这里说前后自断故，前后即断，前就是过去，后就是未来，当中有个现在。那么其实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啊，它是一不是三，所以说过去心不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把过去把它切断，不要过去，我要现在有未来，行不行呢？不行，离开过去就没有现在，离开现在也就没有未来。我只要过去，要现在，不要未来，行不行呢？也不行，它一定有未来，所以这三个东西，过去、现在、未来是什么？是一，而不是三。所以，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只求这个过去的心，能不能够呢？不能够。不要过去，不要未来，只要现在，可不可得呢？不可得。你不要过去，也不要现在，只有未来有，行不行呢？同样不可以。所以三心不有，三心也不可得，不可得也不有。因为过去、现在、未来呢，只是一种的虚妄的一种的观念而已，根本它是空的。所以以这个几个理由来说呢，就没有这个寿者相。所以我特别讲一讲这个寿者相呢，因为众生相啊、我相啊、人相啊都比较容易明白，有很多人不明白，读金刚经都不知道什么叫寿者相。寿者相就是讲那个时间的观念，时间你说长说短，长跟短是相对来说的。就刚才说，你有100岁的人，相对于只有生出来不久就夭折的，或者呢10岁8岁没有到中年就往生的那些人来说，他是长。但是你有30岁的寿命，相对来说只有几岁就往生的人，那20岁也算是长了。所以这个长啊短呢，这个只是众生的一种的妄念，一种的错误的观念，它并没有实质，所以说三心不有，不可得，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还有呢，这个法离于相，法离于相，前后自断故，法常直然。这个法呢，常常直然，直就不生不灭，灭住相故，住相呢，原生原灭。那住相，相就有生灭，相的生灭呢，相啊，有生灭，
为什么有生灭？因为缘生的缘故。生缘灭不是真的有生灭，就因缘具足了，就是现出来，暂时现出来这么一个相，因缘散了就没有了。所以不是这个相有生灭，而是这个缘生缘灭而已啊。所以法常直然呢，灭住相故，这个法有生有灭的是那个相，这个性，这个是讲那个法的相。据法的性来说呢，这个法的相，法的性来说呢，就常直然。常常都是直然，就是没有生灭的。讲到的本体那个相啊，诸法的相就是有生有灭，因为它缘生缘灭。讲它的性呢是无生无灭啊，因为它是空啊。法离欲相，无所缘故啊，这个法是离欲相，就凡所有相啊，这是虚妄。有相才有这个所缘的境。这个相既然是妄了，那么所缘的也就没有了。所缘所缘呢，就是就是我们念佛吧，佛号就是所缘的境啊，观想什么也就是一个所缘的境。我们把我们的心缘在那个地方啊，就攀是攀缘攀缘，就等于猴子从这棵树跳到另外一棵树，用手攀着那边的树枝，所以是攀缘。你有东西才有可以被他所攀的，没有这个东西他攀什么呢？啊，因为他凡所有相就是虚妄，既然虚妄的他攀什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攀，所以无所缘故。无所缘就离欲相，因为他离欲相就无所缘，没有相就没有缘，没有所缘，没有的攀缘。法无名字，言语断故，这个法就没有名字，言语断故。这凡有言说啊，你们看这个小的注解，小字的注解，凡有言说都无实义啊，凡是有言说的东西啊，都没有实在的意思。这名字啊是假有的，是原生的。对于好来说就有坏，对于父来说就有子啊，对于师来说就有非，那是相对的二元法啊。法无名字，言语断故，这真正的法有什么名字没有啊？离开这个言语，离开这个相对的言语，就没有法，没有名字了啊。所以都是戏论。一切的语言呢，都是戏论，好像开玩笑这样说说而已，并没有实在的。法无有说，离觉观故，这个法就没有的说的啊。离觉观故，缘起的法，它虽然说而无说啊。觉观，什么叫觉观呢？觉是出的。叫觉，是的就叫观，是心所起的就观。有这个出有是所起的对象啊，就是才有的说啊。
那么对象既然是原生的，所以就没有可说，没有可说，觉观也没有。你观，你觉什么？你观什么？得有一个境，所缘的境才有的观嘛。既然这个所缘的境是空的，是假的，就没有说什么叫觉，什么叫观啊？是法无又说离觉观故，法无形象，如虚空故。这个法也没有形象，好像虚空一样。形象呢，就有这个大小方圆、青黄赤白，都是原生的，都没有这个，它是空的，所以就没有的说了。法无细论，毕竟空故，这个真空的道理啊，就离世俱绝百非。我们看这个注解的小的字啊，真空的道理离世俱绝百非。什么离世俱？凡是有说的这个道理都有世俱啊，离世俱不是《金刚经》所说的世俱寂，不是这样。这世俱啊，是哪一世俱呢？假如我们说空，空有非空非有，亦空亦有。四句了，空有，非空非有，亦空亦有，有言说的都是这样子。你把它换过来，是非，非是非非，亦是亦非，又是四句啊。反正凡所语言呢、啊。讲来讲去都是这个四句，但实在的法的实相来说，不是叫离四句，它也不是空，也不是有，也不是非空非有，也不是一空一有，也讲得出来的。凡有言说啊，皆是虚妄，都是假的，都是戏论，不真实的。戏论呢，相对于实义来说，不是实在的意思，都是戏论啊，就玩这个文字的游戏而已啊。所以啊，法无名字啊，言语断故啊，法无有说离觉观故，戏论就是妄论。虚妄的言论，毕竟空啊，真空的道理啊，就是离世俱断百非啊，法无我所啊，法无我所，这个法没有我，也没有我所，没有我，没有我所。这个我，什么是我？五蕴四大，假合的相就叫我。我所呢，这是我所有的，属于我的，
这是我所。那既然没有我，那哪里有一个我所属于我的东西呢？五蕴四大假合的缘起缘灭的东西啊，幻合的，暂时有这么一个我的相，其实它是空的，五蕴皆空嘛，啊，四大也是空，啊，缘两个都是一个五蕴，四大是外面的身体，五蕴是内心的那种的行为，心里面的心态，啊，心里面的心态。今天我想这个东西，此时此刻我想一个东西，下一个时下一个刻我想别的东西，所以没有实在的，所以空的。这四大，今天我们此时年借着这个地水火风，就有这么一个身体。啊，之前我们前一段都讲了啊，这个身体是微脆的啊，不实在的啊，是假合的，所以这根本就没有一个我。那么既然没有我，就哪里有我所呢？啊，所以我们现在之前上一趟我跟大家讲，我们用的最多的说话，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但是什么是我呢？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只能说我所，我们所说的就是我所，思想，我的思想，我的身体，我属于我那个身体，属于我那个思想，我的事业，属于我的事业，等等，都是我的。都是讲这个我所，离开这个我的就没有得讲了。那么我都没有了，哪里有这我的呢？说究竟啊，法无我所啊，离我所故，没有一个我啊，法界没有我，那么哪里有个我所呢？我的什么什么，我的思想啊，刚才说套进去那个句子，我的思想，我的身体，我的地位，等等，很多很多都是假的、空的、没有的，所以就没有我。无我所，没有我所，我都没有了，哪里有我所啊？法无分别啊，法无分别，离诸实故，法没有分别。凡夫这有个虚妄的分别的观念。啊，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好，这个美丽，那个不美丽，这个是长，那个是短，等等。离诸实故，离，因为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分别的心呢？有，因为有个实，实就识别，六根对着这个六尘。当中有个六识，眼根对着这个色尘，中间三个分别，这个叫眼耳鼻舌身意嘛，眼耳鼻舌身意。对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眼根对着这个眼色，对着这个六尘这个色当中啊，就产生这个眼识。耳朵对这个声尘，就产生出
这个耳石，鼻子对着这个香尘，就生出这个鼻屎，舌根对这个味尘，产生出这个舌石，身根对这个触尘，就产生出这个身的识，识就是分别，识别，分别，法无分别。这凡夫呢，他对着这个六尘的境界呢，他产生那个六识出来，离开这个六识就没有分别了啊，因为六根识来说是空的，六尘也是空的。那么它当中空的东西对空的东西中间生出来这个东西有什么实呢？没有了，三个都是空的。所以离诸实呢就没有分别了，离开这个分别，这个眼耳鼻舌身就没有，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就是什么，都是一个空。怎么样才能见到空呢？有智慧才能见到空。所以心经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我们众生所有烦恼所以颠倒，这不是因为不知道六根是空的，所对的六尘是空的，六根相对于六尘当中空，对空产生出来的东西哪里会有个实呢？更加没有实了。所以有智慧的人就知道三个都是空，没有智慧的人就以为是实的，真的有，以无为有，那就叫颠倒。法无有比，法没有这个比较，法无有比，无相待故，相待就二分法，相待在佛教里面说对待的法，就二分的法，不是是就是非，不是好就是坏，不是空就是有，法无相待，没有的比，没有的比较，法无有比，没有比较的。因为什么？无相待故，离开这个相待的东西、啊、就没有的比了。你说那个长，有六尺高啊，这个人高了，相对于四尺五尺多的人来说他是高了。有个人八尺，这打篮球的很高的人，相对来说你六尺不算什么，他七八尺你又是变成矮子了。所以没有的比，无伤待故、啊、没有的比的。相待的法呢，比较呢，是由于相待而成的、啊、大小啊，长短啊，美丑啊等等了，这菩萨明了了，诸法是实相啊，不是缘生，所以就没有的比较。缘生就相对于短来说就有长，相对于是的缘，它就有这个非；相对于好的缘，就会产生一个坏啊等等啊，无相待就没有的比了啊。法不属因，不在缘故，法。是什么生出来的？是因生出来的吗？法是有个因生出来的吗？法不属因，这个法没有什么第一个因，因为这个生出那个，不是原生的，不是有一个因，一定 有一个因，就是有一个我相，一定有这么一个东西产生另外一个东西。这个所谓的因，它也是由其他的因，由其他的缘而变成这个因的。因本身
不会无缘无故跑出一个因出来，这个因也是缘生。那么，什么是第一个因呢？最初那个因是什么呢？有外道说：“哦，这有个上帝，上帝造万物。”那么，请问这个上帝又是谁做出来的呢？万物一定有个有造物主，一定有个能生出来、生万物出来这个因，那就是造物主。那么这个因又是从何而来呢？说不出来了，所以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因。这缘起缘灭，现在的因又变成未来的果，未来的果就再变成在未来的因。啊，所以因也是果，果也就是因啊，所以法不属因，不在缘故啊。二乘呢，是以这个因缘来，我们之前讲过了，它这个色空观，它分析它，觉得它是空的。那么他知道这空呢，就入这个正灭，正到那个空啊，它就入灭了。涅槃，菩萨呢？我们常说是当体之空。他知道见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啊，他就是空的，知道马上就知道他是空的，不需要因缘，不需要分析他这个是因，这个是缘，加起来就变成有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法不属因，不在缘故。法从今日白，花似去年红啊，何必待零落？然后始知空呢？你见到这，它就是空的，好像下棋一样。这第一手的人呢，就走一步看一步，所以就是空。高手下棋呢，他一下子看了10步8步以后了，不要等到花落了才知道空。他从这个花长出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未来就是空的，当下就是空的，所以法不属因，不在缘，法同法性，入诸法故，头一个法是讲这个法相，第二个法他后面也讲了，就是法性。法同法性是什么呢？心经说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心经说的色。是空，这个相跟这个性，我们凡夫把它分开来讲。菩萨当下见到这个色，就知道它是空。所以头一个法字，它是讲这个色，用心经来说呢，这个法就是色；第二个法是讲这个性。这是空，色这是空，空这是色，所以法同法性，这个法色跟空是不二的。凡夫以为它是二，那个罗汉他要入定，他要观空，把它详细的分析它一下，知道它是一个，不是两个。这菩萨就不是。马上都是空的，法同法性，入诸法故，入诸法这个入，因为二乘的人他偏空，
二层偏空啊，这个二层，它只可以入什么啊？只可以入空，空就是清净，这个入境或者入空，相对的就是染。所以二乘偏空啊，只可以入境或者入空，它不能入这个染，有分别。这是空，这是染，这是空，那是有。那菩萨看见这不一样了，当体即空啊。心经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它没有分别。菩萨进一步了，是不易的，一个是不易，这是不异空，空不异色的罗汉，色这是空，空这是色，不易啊，它就有两个。A 等于 B，这不易；B 也等于 A，不易。这是呢，就是它没有 A 没有 B，就是只有这么一个，那就进一步了。所以法同法性是同的，一个动势不是两个动势。所以后面再讲的《维摩经》讲的不二法门。这入诸法故，法同法性入诸法故，入诸法，在这个诸法里面呢，它有个空，跟这个色，一个净，一个染，同样都在一个东西里面，都是一个，不是两个啊。入诸法啊，菩萨了达这个诸法，那个法性啊。知道啊，这空这有，这是空，空就是色。不单如此，色罗汉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菩萨知道不单如此，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它是一个，不是两个。入诸法故，这个道理啊。在诸法自在无碍，入诸法，入染也可以，入境也可以。所以佛以这个大士因缘出现于世，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入了，入佛的之见，佛的之见呢？佛之佛见呢？染跟境是一个法，空跟色。也是一个是，也是个法，不是两个法，所以入持无碍开示悟入，入持无碍。没有阻碍，静也可以，染也可以，在静的时候，它能不离凡夫的法。在当初在空的时候，他也能够看见诸法皆空，但是诸法皆空，他不着那个空的相，他能够做法度众生，做种种的营生的事业，好像这个维摩居士一样，家财万贯的事业也做得很好。事业做世间的事业，那就是染。以出家人来说，我们在家人就是染污的，所以他在染而不染，在静而不静，在静他知道空，那空他不会无所作为，他也去度众生去。所以入诸法，诸法就包括色法、空法、五蕴的法，一切一切的法是诸法，诸法入诸法啊。就能够在一切的法里面呢，
都自由自在啊，无所障碍啊。所以你白这个道理，读一切的书啊，是甚至世间的典籍啊，也是佛法。在《红楼梦》里面呢，有两句，觉得讲的蛮不错的啊。那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你把假的当成真的话，那么真也是变成假了。相对来说，所以也没有一个假，也没有一个真。无为有处有还无。只要你明白这个有无为的道理的时候，你处这个有为的事情的时候，它也是无为的。所以你悟道的人呢，维摩诘居士这样子，他悟道了，他做的都是有为的事情。但是他因为证了这个无为，所以他只有他证了这个有这个无为的法，他心里面明白这个无为的法，知道这个无为的法，实践那个无为的法，所以就算他处在有为的世间的事业上面呢，也是无的，也是空的，也都可以的。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法是在世间，离开世间的法就没有佛法了。佛法是为了要度这个迷的人的，没有迷的人也就没有佛法了，就不需要佛法了。所以因为有世间法，所以才有这个佛法。当没有世间的法，也不需要这个佛法。所以入法同法性，入诸法故。法随于如。后面呢，这个法随入如，无所随故。什么叫如啊？这个法是随顺这个如，如者是如如不变，如者不变不动的意思。动不变，它不动。这个是如此理，有这样的事，它就会有这样的理；有这样的理，就有这样的事。你不能把这个事，是譬如说。这个色理，就譬如说这个空，所以色有这样的理，就有这样色跟这个空，空跟这个色都是如的，不变的，动的，有其事。必有其理，有其理就必有其事，两个互随，互相随。它事是随顺这个理，理也随顺这个事。它不是一个，也不是不同啊。那个。心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这个二乘的人呢、啊，他事离啊不能圆融，所以他入定的时候才能观这个离，观这个空的离，出定的时候他就观这个事，
他的六通啊，入定才有，不能随。好像我们看《地藏经》啊，这光目女啊，她要观察她的母亲到什么道去了啊。这个罗汉呢，未入定观，就跟他入定。一入定的时候，观察到他的母亲呢，在这个无间地狱里面了啊。这个目犍连也是，他一入定，知道他的母亲呢堕在那个恶鬼道里面去，所以他入定他的通呢，入定才有，触定就没有了，说不能随，不能随随顺，就什么时候佛菩萨什么都是都有，都能。动静不二，理事亦如啊。所以说啊，法就是随于空，如如不动，那就是空，无所随故啊。是空是一，不是二，所以无所谓谁随这个谁啊，它是一个，不是两个。我们凡夫啊，什么都二分法，这个是这个空，所以。空在随顺这个色，还是色随顺这个空呢？讲离世俱绝百非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啊。因为我们这都是对待法，都是二分法，色这不是空，空就不是色，好就不等于坏，坏就不等于好啊，所以。随不能随顺，随顺这个实相，随顺这个理，真理的体，法无形象，法住实际，诸变不动故。什么叫实际？即就是边际，是边边际。凡有东西、有相的东西，都有边际。凡夫都是落于二边。就对待的法，对待的有边嘛，对待的法不是是那边就是非那边，不是空那边就是有那边，不是好就是坏，那都是边。刚才说这受者相，以时间来说，过去、现在、未来，在过去那一边，在现在那一边，在未来这一边，都是有边的，啊，这都有边。实际法住实际，这个真实的法呢，就实际，实际的实在的边是在哪里的边呢？是无边。我开始稍微有点懂佛教的道理呢，懂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呢，我是看《金刚经》，看到《金刚经》里面讲那个佛问须菩提啊，东方虚空可思量否？哎，东方那边可思量否？什么叫东方？东方在哪里？东方的边际在哪里？我们就有这么几个问题了。可思量否？我们思量不外就是思量这几个。东方在哪里？哪里是东方？东方的边际在哪里？
等等。那东方没有质，没有边，因为为什么有这个东南西北方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个我，有一个我相，在我这边的那叫北边，在我这边的就南边，在我这边的就西边。这叫那个东边，这个西边，都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我，你把我拿开了，找一个代替品，放一个山在那边，山的这边，山的那边，东南西北上下，上下也是这样子，你把这个拿开了，有边，没有边了。所以实在实际来说，这里说法住实际，诸边不动故，法住实际，法住实际呢，就是把这个整个东西把它空掉，没有空掉，空掉哪里有东西南北了？没有东西南北上下左右，过去现在未来。没有这个边的叫实际，真实的际，就实际，也就实相，边不动故，没有边了。菩萨以真空为实际。凡夫呢，是以假有为实际，凡夫执着种种的事物以为实际，菩萨佛就见到空有一如，这个一如的空才是实际，法住实际，就法住在这个真空里面呢，实在的无法可得，住在真空里面呢，哪里有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呢？通通都没有。也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没有未来，这东西都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刚说有个我，有个我执，以我为出发点，那就有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好丑等等啊，就出来了。同样的法无这个动摇。不异六尘故，法无动摇，不异六尘故啊！我们大致的第二行啊，菩萨见到尘性的体是空的，与法性同体，所以不再为这个六尘的相所左右，所以不被此动摇啊！你一六尘就有动摇了，六尘的东西啊，这个声音好听。这个声音不好听，我跑到去那个好听的地方去听，这跟着随着那边去了。眼睛看的，这是美女，这是俊男，我随着那个好的那方面去，好看的东西那里去，就动摇法无动摇，为什么它不动摇啊？不依六尘故。他不着那个六尘的相，不再为这个六尘所左右，所以不被此动摇。法无去来，常不住故。这个法你没有去也没有来，刚才说了，法过去、现在、未来。它是一体，没有什么去，也没有什么来，有生有灭的相，就是有生有灭，有去有来的是相，无生无灭，无去无来的是那个法的性。所以，我们信佛呢，主要去搞通什么叫相，
什么叫相？什么叫性？相是妄的，凡所有相，这是虚妄。这个性是真的，所以我们不要追求这个虚妄的相。凡所有相，这是虚妄。但是，假如你能够知道，若见诸相非相，一切的相都是假的，你知道它是假的，你直见如来。啊，《金刚经》说的，若见诸相非相，直见如来。假如你知道那个诸相，一切的相是妄的，非相就是知道它不是真的相，直见如来，你就见到什么叫真的性了。这个性啊，真的性就是如来，如不动的。白就显现出来了，就好像乌云散掉了，这个月亮就出来了。法无去来啊，常不住故啊，有生有灭，来去来的相，那是相。法性呢，无生灭去来，所以不住生灭。法顺空，随无相，应无作。法顺空，随无相。法呢是随顺这个空的性。为什么呢？随顺这个空的性啊。这里是东方，永远都是东方，有一块的虚空叫东方，它永远不能是南方，也永远不能是北方，那就说不顺这个空了。既然这是空的，没有的，哪里都可以是东方，哪里都可以说西方。我住在二楼，三楼就在我的上面，一楼就在我的下面，所以三楼是永远是上吗？当我跑到三楼的时候，我的上就不是三楼了，是四楼了。所以你要随顺这个空，随顺的空，空就是不执着，没有固定。所以法诸法是随顺这个空的相，随无相，不要随这个有相的东西，要随这个无相的东西。无相是什么东西啊？刚才我们说相，它是妄的啊，无相的东西就是性，无相就是性的东西。有相那是妄，无相它才是性。法顺空，随顺这个空的性，随这个无相的法性，随着这个也是空性的意思了。应无作，无作呢就相应于这个无作，作就是无为，要与这个无为的法性啊来相应，不要与这个有相的东西相应。与有相的东西、虚妄的东西相应的话，你永远是烦恼。你与这个无相的法性相应啊，永远是豁达，永远是自由自在。所以这里就说啊，法顺空，随无相，应无作，无作就是无为。我们注解三呢，就说那个
空无相无作之三三昧啊，有三种的三昧那么我们已经在注解里面，注解第三已经有讲了，大家去看看就好了。这个道理我已经讲了啊，就不需要再重复了啊。法离好丑，这个法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丑。法无增损，增就增一，损就损减，也没有增，也没有减。这个好丑啊，增损啊，生灭、都是对待的法，因好而有丑，因增而有损，因生而有灭，而法性啊是空执平等，没有对待，没有这是增啊、灭啊、损啊、好减啊等等啊，法无所归，这个法相啊有生灭去来，所以有所归。而法性的空执周遍呢，所以无所归。所以《金刚经》说无所从来，也无所去。那么这个法性啊，是真相，真性来说呢，没有这个去来，没有所归。那么无明呢，有没有所归啊？无明实性，无明真性啊，就是佛性，所以也没有所归。也没有增损，同样的平等平等的。那个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种种林林种种的虚妄的相，种种不平等的法，这等于怎么样呢？等于我们的眼睛有病了，病眼看空花，这病有病的眼睛呢，这看见空中有花，这空花本来是没有的，这譬喻是个无明。眼睛有病的时候，明明看到空中很多花，你不能着它的相，说这个花美丽，这个花大，那个花小，这个花丑，不好看，不能这样子。好了，到你的眼睛好了的时候，有一天眼睛好了，就譬如说你开悟了，正果了，那个时候就等于你的眼睛譬如说好了的时候，空中没有花了。那么当你空中有花的时候，我们就问花从何来呢？到空中没有花的时候，花又去了哪里呢？花从何来？这花有生，花去到哪里去呢？没有了，这花就灭了。这个病眼看空花，因为我们有无明，没有智慧，所以我们就等于眼睛生了病的时候啊，才看到空中有花。这花不是真正有的，因为我们有无明才说它有，所以他无所从来，也无所去，他没有什么地方来，他灭的时候也没有灭到什么地方去。金刚经是讲我们的如来啊，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同样，我们的无明啊，何尝又有什么所来所去呢？所以，永嘉大师说：“无明实性之佛性，幻化空身之法身。”用这个譬喻大家都了解了，因为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很深的道理你讲来讲去都讲不明白，因为我们有多生多劫以来都有个成见，这东西一定就有去有来，有生有灭，有好有坏，二分法，对待法，其实它没有。所以你讲道理讲不清楚，讲个譬喻大家一听就懂了所以呢，同样的法离好丑，法没有好也没有丑，法没增损，增就增加，损就减少，法无生灭，空花无生，空花也没有灭，法无所归，它不从哪里来，也没有去归去哪里，法过
眼耳鼻舌身心，法过过之超过。心经里面说，无眼耳鼻舌身意的菩萨照见五蕴六尘都是空啊，所以就能够超越他了。你以为他实有，你永远超不过他。东方还有东方，我的上边还有上边还有上面，过去还有过去，过去的过去还有过去，未来还有未来，未来的未来还有未来，永远都超不过，但是它是空的，就过了，超越了，法过眼耳鼻舌身心。这五蕴，这个法超过这个五蕴所认知的东西，法无高下，法也没有高也没有下，法常住不动，法常常都是这样子，它不动不摇的，法离一切观行啊，有法才能有观，这有一个能源的东西，所以才有这观。菩萨见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都是空幻的，一切的法都是空的。那有什么观呢？没有的观就没有行，你观了以后你要行，观这个什么法，我就行，没有观也没有行，所以离一切观行，为大目犍连呢。的文殊居士说：“哎，目犍连尊者，法相如是，我所知道的法的实相就是这样子的，岂可说服？有什么所以说的呢？夫说法者，所谓说法，无说无事。佛说法49年，他说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就是众生有执着有。”妄想，所以佛就对峙他来说法。你说空，我就说有；你执着空，我就跟你说有；你执着有，我就跟你说这个空，如此而已。那么空对呢，还是有对呢？空也对，有也对。我常常举个譬喻说，有一个很高的山，这样子，上面有一个人。跑这边一步，他就会掉下去，摔死了。所以，在底下的第三者呢，就喊告诉他：“哎，快靠右，靠右！”所以他靠右，靠右就不会掉下去了。所以他靠得太右了，底下那个人远处冷眼旁观的人告诉：“哎，靠，快点靠左，靠左，不然你会。”摔下去，会摔死了。所以究竟是左对还是右对？左也对，右也对，左也不对，右也不对。那是缘生的法，因为缘是你的缘站在这里，所以才有这个法。所以法也是缘生的，佛法都是缘生的，因为有这样的缘才说这样的法，没有这样的缘故，他就没有说这个法。在实相来说呢，无说无是，说没有的说，也没有的只是。就听法者无闻可得，听法的人呢，也没有闻可得，这都是假的，这个法是虚妄的。譬如幻事，会幻人说法，当见是义而为说法。譬如一个魔术师，为那个他变化出来的这个幻人来说法。有没有说你对着空来谈啊？所以这个千手千眼无碍大陀罗尼这个观音菩萨那个大悲咒那个经里面说总持不思议，无住对空宣。这个总持的法，不思议的法。无住，他不住一切的相，对空宣，对这个空来算事，空就是幻人，众生是空的，
菩萨明知这个众生是空的，但要不要说法？要说法，无住对空宣。所以说法就是万事会万人说法，当见是义。你应该建立起来这个观念，你说法应该建立这么一个观念，不要以为你真的有法可说，当见是义而为说法。当了众生根有立顿，你应该明了啊，这个众生啊，这根呢、啊，根基它有立有顿，善于知见，你善于知他的心根基，见到他的根基无所挂碍，所以你说法就无碍了。你不知道他的根基，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法，那就很难了。以大悲心赞于大乘，你说法了要用这个大慈大悲的心，你说法为什么？是为了表现你自己懂得多吗？是为了表示自己的见解如何高超吗？不是，你是用了大悲心去救度这个众生，因为众生无明，他愚痴，所以我对他说法，令他心开意解，令他得智慧。所以你是用这个大悲心来说法，这个说这个法，什么法呢？赞誉大乘，赞叹这个大乘的法，念报佛恩呢、佛恩难报啊！因为我今天我们信了佛，才知道那么一些的法，所以为了报佛恩呢，我们要为众生来说法啊。所以有句话说啊，假使顶戴啊，净尘劫，你把这个佛啊顶在头上，背着他。身为床座遍三千呢、你躺下来当跪下来当他的座位给他坐、身为床座遍三千，你能够有神通变成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大的身体，被一切的诸佛在上面来坐在卧在生活，若不说法度众生啊，是不名为报恩者。只要你不说法来度众生啊，就是不报这个佛恩啊。所以念报佛恩，念报佛恩又怎么样呢？不断三宝，有恭敬这个三宝，恭敬佛，恭敬法，恭敬僧，然后说法，用这个心态来说法啊。你要知道众生的根基立顿，以大悲的心来令他念念不离三宝，念念恭敬三宝，念念赞叹大乘，要这样来说法。维摩诘说时法师，维摩居士啊，说这个法的时候呢，八百居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有八百个居士啊，当场就发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心了。我无此辩，我没有这种的辩才，我没有这种的这个维摩诘这样的智慧，这样的辩才啊。所以呢，不堪不任一笔问疾，所以我不能担任这个就问病的那个工作。我无此辩啊，根据玄奘大师翻译的。他不是我无始辩，他说莫无能辩，辩就是辩解，莫无能辩，我只有默然，不能辩驳，不能对他有什么说话了啊，只能默然无语。我听了这个维摩诘这样说法的时候，令我哑口无言啊。我虽然是正果的阿罗汉，但是听了他这样说法，闻所未闻，听所未听啊，所以我没办法啊，不能智慧对他说的话啊。不能加一句插一句嘴都不行啊，所以我释迦牟尼佛啊，老师啊，我不能去啊，这个重任啊
问病的重任呢，我是不能担任这个去问病这个责任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现在先回向然后呢就是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讨论好，大家都熟了，我就方圆没。向弟子众等一心恳请三宝慈悲加倍，金刚护法、龙天、药叉神将哀悯护持，以净光普照慈氏摄影，弟子众等愿有无始乃至今生，以直尽未来际，父母师长、六亲眷属、冤亲债主、一切有缘知法界众生等，俱能罪障消除，善根增长，所求愿满，早脱轮回，速生净土，圆成佛道，现生身心健康，无住病牢，富饶安乐，一时丰盈，所受用物无所乏少，家庭和睦，随所要求，作诸善业，福愿破魔眷网，处离恶见愁林，正见精进。未生之恶永不令生，已生之恶速令消灭，未生之善速令升起，已生之善速令增长圆满，巨大福慧能力因缘，作诸善业，供养三宝，弘扬佛法，自利利他，自觉觉他，乃至菩提，永无魔事，永不退转。弟子所愿如是，愿三宝慈悲，哀怜摄受，速满所愿。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事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